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，原神 4.5 版本铸境演练无量极战攻略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来录一下这个第四卦。牌组的话在左下角，水里黎华、迪卢克、虾林。手牌的话是没有要求，大家调解完牌组之后切划挑战。这里对手牌没有要求，水里黎华出战，烦请赐教。这里需要一个 B 头子，三个火头子。水里黎华普通攻击，然后切到迪卢克，怎么释放元素战技？最后回合结束，这里需要两个 B 头子，这里我们切到水里黎华，神力灵华参上。普通攻击，再次普通攻击，最后回合结束。这里我们需要三个 B 头子，一个火头子。水里黎华释放元素爆发，鹰吹弦，我还硬啊！这里迪卢克出战，禁止施普通攻击，然后我们切到虾灵，行枪磨亮了，再回合结束。这里需要五个火头子，这里切回迪卢克，利落的解决吧。啊！迪卢克普通攻击，迪卢克释放元素爆发，再一次宣判。最后我们回合结束，败者没有效率出战，一刻都不想多挡。
好的，这一期我们就打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